事情要跟你们说。有看过雅文演唱会的你们就知道了，雅文公以五星啊，其实一张专辑的酝酿呢，真的就跟怀孕一样，有时候要两年，有时候要三年。那这次呢，我酝酿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，这张专辑叫做《美丽一出戏》。唔知恁会介意无？但是我敢那想，会当感动别人，只要一句就好，这张专辑无价值。重要的不是伊会当卖几张，重要的是他能不能温暖你的心。这是我的价值观。当然，你有可能认为我是官方说法，但是我是诚恳的说，我知道我不是最会唱歌的，我知道我不是最会写歌的，但是我以上先不能心，写出我家己个人的故事，别人的故事，就在整张专辑《美丽一出戏》内底。人生有缘有缺，它才完美。安尼就是完满的美丽一出戏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，啊，若无介意的，欢迎你回评指教。你们的鼓励是我的动力。你们如果买唱片，其实都没关系。我只希望你听了我的歌，能感到温暖，感到安慰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。谢谢你们给我动力继续写歌，谢谢你们不嫌弃，感谢您收听，我会继续努力。弯弯人生。